在我死之前一定会把五月冤死的真相全部揭发出来。他是事故车辆的车主，也是最可能的嫌犯。你看到谁开走我的车了？因为我老婆死掉而感到开心的人只有吴组长你而已。原来慧霞要跟世勋结婚了，那种人怎么可以跟世勋结婚？无论如何我都要阻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我的女儿秦四月。